两好球，两坏球。打击轮到是第九棒的曹佑宁。这个球出手打成了一个内野反弹，有利手接球之后，穆希卡等下快速处理了，刺杀了打击的曹佑宁，形成了一出局。卡是要紧哦，你看，所以这个守备的过程如果稍微慢一点呢，大概有形成内野安打的机会。不会碰到这个手长脚长的穆希卡接球之后，完全没浪费任何时间。对，你看他移动了，往前移动的那个速度也掌握得不错，紧紧。